哎呀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！让宝宝这边，宝宝这边。今天真的是很难讲话。这个脚为什么后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手上？那是 gaming fight 的意思吗？是 gaming fight 的意思吗？你脚为什么要一直放我手上？跟我讲一下为什么吗？阿瑞，再次。Ash! Ash!